一分钟用汉语学台语，雕。雕的台语念作挑，或念作雕。这两种念法针对有些特定词汇都可通用。当台语用到刁字时，通常有刁难、为难、故意之类的意思。刁意故是指故意、存心，念作挑意狗，或念作刁意狗。刁工是指专程、特地，也有故意的意思，念作挑刚，又念作刁刚。譬如说，我专程来看你，就是我挑工来看你，不是故意的，就是不是挑工的。刁难念作挑难，又念作刁难。放刁是指扬言威胁或给对方制造麻烦的意思，念作放刁。刁古董，刁勾动，意思是把人当古董来把玩，比喻刻意捉弄、为难别人。形容存心、故意还有多种讲法，例如刁故意、刁故意。刁持念作刁定，也是诚心故意的意思。